年简直就是电视剧的丰收之年，目前又有好几部剧即将开拍，而且各个期待值都很高。今天就让小编来为大家细数一下即将开拍的五部大剧，看你最期待哪个。《盗墓笔记》重启，前些日子《盗墓笔记》重启刚刚官宣了男主吴邪将由朱一龙饰演，而网传另一男主张起灵将由北影新生黄俊杰出演。目前朱一龙的《我的真朋友》已经杀青，即将在九月进组《盗墓笔记》剧组，而这部剧拍摄周期可能长达六个月，所以可能明年都不一定会看到这部剧播出。《河神二》《河神》这部剧当初播出的时候非常的受欢迎，李现、王子璇、张明恩主演的《河神二》也即将开拍了，主创人员基本没有变动。而这部一直备受关注的剧也即将在十月份开机了，《且试天下》。《且试天下》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，即将由徐正熙和陈玉琪出演，而这部小说的热度就非常的高，原著党们看到了这两位主演也都十分的满意，到时候播出了大家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大女主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强强对决。从前有座灵剑山，这部剧是由最近正红的新生代徐凯来主演，徐凯今年因为一部《延禧攻略》成功走红，片约资源也是接连不断，据说这部剧将于十分左右开机，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鬓边不是海棠红，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于正将这本小说的版权买了下来，这是一本纯爱小说，不知道到时候于正会将剧情改成什么样，不过主演是由尹正出演，演技收视肯定会有所保障。另外的男主和女主还没有公开，不过等到正式开机的时候大家也就知道了，不知道期待哪一个呢？